哪个是他妹？他妹，超级不像的。难怪他都不介绍。哦，冠廷，冠廷。哦，下一个。开到后面才而已，好帅的，怎么会有一啊？牛仔来了，他掌声鼓励一下。跟现场各位亲朋好友们，有人能从台湾最南边的角落上来，从台湾各地过来，出发是非常劳累。而且这段时间的大家都好好享受，坐上个佳肴美食。那我们节目呢，就在几天后再见。换你是有换电话了？没有，打牙，下次。新新郎目的是什么？没有啊，为了你结婚的时候的圆就可以看了。我不玩那个太新的那一把。